子就这儿，妈今天带你吃顿好的。哎，我们这是高等餐厅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成人要不能进去。我们是从乡下来的，今天是孩子生日，我也想带他吃顿好的，就让我们进去吧。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餐厅的规矩，快走吧。听我来。麻将教育一下，再来点赛红吧，忍一下。谢谢你，你真好。等我一下。小红，跟我来一下。不错，好漂亮啊！这能进来吗？能，快睡吧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今天参加你脱衣聚会，我也没打扮一下，不太好吧？没事的，老公，先进去吧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来晚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阿蜜。你没开玩笑吧？这是你老公？你要不说，我以为是不是被捡垃圾了呢？这也太邋遢了吧！老公，别管他，来，我们先坐。别跟我旁边，去那边坐，和我在一起站队员。你说谁呢？哎，别了，宝，你先坐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叔叔，带着给我用一下。眼镜接着用一下。叔叔，口袋借我用。老婆，你久等了。哇，好帅呀！那我现在可以坐这里了吗？可以，来快请坐。来，大家一起快吃吧。老婆，快吃吧，吃完我们还要直播呢。好的，老公。老公，今天同事没有来咱家过圣诞节。那好啊，那我去给下锅面条去。可是我给外面说我在家里弄了一个圣诞酒会，要是让妈妈看到我们家是这个样子，肯定会笑话我的。没事，老婆，不就是。